是跟那个说两码事，然后去喝酒，我又关系了，还要喝酒，他去过了，大家聊聊天吧。我带了一个房子，你问的。你买好了，你买好了。你要先怎么样会打电话？东西可以学的，然后你也有多少钱，我也不知道。
个一直都在提高的那个。就是我一年不见面，现在是这个样子，十年以后我还是。我来了就做了两份工作，然后我刚好比较满意，然后来我觉得这份工作就可以做了，或者是考虑先去做一个，然后就是现在就是。像我这样马上问电话。